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从头说起，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，怎么选离热爱更近一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银河漫游，哪里才是宇宙的另一头。但我唯一知道的是，我们不怕不知道。Show
谢谢的。谢谢小凯，谢谢王俊凯，谢谢。